Urquhart Castle， 比我想象的还差一点。来看一下，三层半的建筑呢。也是他目前唯一能上来的地方了啊！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城堡的全景。断壁残垣以及更高处的那个城堡。俯瞰到整个城堡和尼斯湖，尼斯湖水怪的尼斯湖。出来这个城堡了，现在太阳也出来了。小水怪。